在2分钟，我们就要开始24小时的苏巴马拉松。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快要开始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这个24小时的课程，就是还蛮特别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每个国家好像会轮流，每个国家的讲师会轮流做一番。那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轮到亚洲区这样子。看一下亚洲区的讲师，希望你有在线上看到吧，老师。啊，I'm finished. Okay. Hope you like it.